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来，各位观众，出了我们的新角色夜火，来看一下这次我们的运气怎么样。招商特卖区，我们一样先把划算的礼包，是什么？给买一买。限时招募礼包，没问题。然后还有满满的限时招募礼包，继续买。我285张嘞，300多张，夜火的碎片，这个也要买啊，好贵哦！每次出新角就要花这么多钱哦。好，来看一下我们这次的运气怎么样。希望多给我一点这个觉醒石哦，这样老爹就可以拼三绝了。看官方要不要让我拼三绝啊？来，第一招 One Punch， OK， 第一抽就共估了。第二招有没有？再来，第三十抽，给点力吧，给点力吧。哎，第四十抽啦，不要跟我开玩笑啊！再来，再来。我看别人好像也都没有很好运呢。哎呀，50抽啦，第60抽啦，不要整我啊！觉醒石，哎呀，给我进化石啊！我不要进化石啊！继续，等一下。好了，各位，刚刚老爹哦，那个 Uber 到了，我去拿一架 Uber 来，继续看看有没有改运啊，看看有没有改运啊。 Uber 来了之后，来一个觉醒石吧，世界将迎来天翻地覆的变化。烈火燎原，你的名字怎么那么长啊？好，再来，烈火燎原是吧？这是旧角色啦，我要觉醒石啊！一颗都没有一颗都没有搞个毛线衣啊！怎么可能一颗都没有？再来，至少给个一颗觉醒石吧，一颗就好了。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啊！如果你让我很欧的话，我也许就会抽到三绝啊，像上次的那个五头啊，我就抽到三绝了，对吧？给我，哎呦，又是进化石啊！
我要觉醒石啦！到底在干什么？我们已经几抽啦？活动。现在140抽。好来。150抽。觉醒池。不要这个什么燎原的。你画什么眼线啊？啊！你一个大男生画什么眼线啊？160抽，黄黄的，170，给我黄黄的，黄色的，零零角角的东西啊！啊，不对，红色的才对啊！来啦！哎，有一颗嘞，一颗罚金的一颗哎！再来，再给我，再给我，看我有没有机会冲三绝啊！再来一颗，我有信心了，再来一颗，再一个，再一个。红色圆圆的，圆圆的，吴三桂跟陈圆圆的圆圆，再给我一颗吧！还有80抽，又是夜火燎原，你画什么眼线啊？啊！继续，拜托拜托，圆圆的，哎呀，歪掉啦，圆圆的啦，还有50抽，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，有没有办法三绝？还是没有，最后20抽，最后10抽，圆形的，圆形的，颜值斩呐，不是你呀、啊，来。我们现在刚好300抽，全部领起来。然后图鉴业火觉醒，有没有机会？我看我觉醒时差几颗哦，角色觉醒，现在是一绝，帅，有点东西，拍个照纪念一下，前往。觉醒强化，我这样只有二绝耶，一颗都没有多哎，这样完全没办法、啊，这样要三绝也没办法哦，一颗都没有多啊，刚刚好哎，再16抽可以再领一张保底。
看一下，干，他又给，好了，没办法啦，老爹尽力啦，他就是不给啊，他就不给啊，打我也拿他没办法哦。来，直接解除限制，我也想要拼三绝啊，但是天不从人愿啊，没办法，他不给我这个机会啊。然后可以练到四星指，指一，这个角色要用生命值的，还是攻击型的？生命还是攻击的？哇，这个后面老爹自己用吧。好了，大概就这样了。下一部影片，老爹就会来实战了。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